因为有这个警报，就是今天会很冷。现在首尔是-9度，我们要出门了。现在要走去搭南山缆车。首尔塔这里有两条路，如果我们要搭那种南山电梯的话，就要走右边；如果你要自己走上去南山缆车的话，就要走左边这边上去。Don't know where to go. Sometimes I think I'm okay. I'm feeling the same. My reasons are gone. 在这边买票，我买了单程票。这边就是一堆韩剧拍的那个爱情，这一圈不懂。从这边来的缆车，我们现在要从这一条坐下去。我们在等 Uber， 在韩国变 UT 耶。车站这边有奥利比亚，我来煮煮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一样，我要是乐天贡茶，在日本、韩国都超多人喝的，但是在台湾都没有什么人。你有喝过吗？我喝过啊，车站旁边随便找一家进来吃。汤豆腐饭，今天刚找。可是我们觉得没有到很像Outlet，那我们现在去前面那个乐天嘛。买的拿铁，刚才试喝也很好喝。我刚才被推销这款泡面，它的汤有点辣，可是它的面条很好吃哎，很 Q 的那种泡面。我最后三减剩这些，我买了这么一大袋，我还刷卡，因为我现金完全不够。小法国村跟小的意大利村，法国村好像是还是意大利村，是来自星星的你拍摄的地方。法国村。
面吃春川炒鸡。船去南伊岛，冷到那个水都是结冰的。我们现在走在南伊岛的雪地上，超滑的，很危险。是一个 APP， 只要下载，之后也就免费玩，从那边滑下来。一直打我头，这一条是我二十几年前拍那个韩剧《冬季恋歌》。那还是便利商店随便买的，很像七七乳加巧克力，就在我旁边，我也不知道它干嘛。等一下啦，我们现在在逛红大。进来一个拍片机，我选背景是灰色的，然后我就拿了这两个。三、二、一，这个吧，这个难不好，可是这个就是感觉不错啊。我们两个拍的超可爱的，我弟难得配合我。一点巧克力的，我点牛奶奶油的，就可以了。很好吃，我来换一袋秋春炸鸡了。之前去釜山吃，超好吃的。这是我刚才给你看的，一个，我 take out， 找超久这种袋装的咖啡，剩最后一个了。昨天那家没有腌萝卜，超爆爱腌萝卜。我们这次是点蜂蜜全鸡。超春炸鸡还是最好吃的。现在已经要1:40，我把行李箱都收好了。我现在行李箱超满，超爆满。还有一个饼干，莲花饼，因为我怕它放在行李箱被压烂压碎，所以我打算把它放在我的这个随身行李里面。11:30，我们从我们住的这边往仁川机场行动。장기적인하전장관과유지보수를통한我想要买咖啡，在我们住的地方旁边。周长奶油咖啡，买了葡萄汁。还不错，蛮甜的。我要搭地铁，准备前往仁川机场。地铁站买一些面包吃。现在搭去宏大转机场接运。这整条都是什么偶像应援？搭这个去登机。멀리로주신거죠아아니혹여나아니저희我们要上飞机了。
最后一个办那个机票，我们位置四个都分开坐。Close doors, I'm a fool for your love.